呢個性格喺學校點樣受教育會好啲咧？咁你留翻俾學校。同埋另外一樣嘢咧，就係話其實係屋企家教做得好咧，咁跟住到學校咧就容易受教啲。而家長想培養受一良好嘅性格咧，首先要令到佢喺生活自理裏面有責任感，有自我照顧。好簡單一樣嘢，食飯嘅時間自己執翻好啲筷子啊。雖然有工人都好咧，有時你都可以要求佢自己攞翻你碗筷收收拾佢，然後拎翻入廚房。可能咧，你用工人冇用得咁盡，但係原來咧，你仔女分擔責任、負責自己嘅照顧咧，咁樣佢能夠第時照顧自己，以照顧別人嘅機會高啲。食飯係咁，出街嘅時間，佢自己攞翻自己當嘢，或者如果自己買咗玩具，以至到父母去超級市場買完嘢嘅時間，食物要佢自己攞翻。或者咧，係佢自己啲鞋仔自己放翻好。而家由細開始做起，養佢養成逐少嘅習慣，特別係自我照顧開始，對於佢個責任感，以至成個性格都係舉足輕重。看似好簡單，如果家長做漏咗咧，第時佢未必能照顧得自己好，或者未必能夠自我管理自己嘅財物。家長要注意啦，由個性格由自我照顧自理能力開始。